心有这点灵性，为着清净的心，咱来回倒转来，这条神无形，伊是通灵，回着这么稳定的心，这点灵气的天性，转咱瞬间落心，是咱兑现这条灵魂。老母啊，伊咧讲的是本性，爱咱看现，则是天命，是灵魂的灵气，转咱这么精的心，是咱回转来这点灵魂，要来讲着通清咱的心。是灵魂的灵气，转咱相通的心，灵源是天灵性，回转则是顺天性，这是咱无形的元灵，是顺着回母的心，我爱情这么顺的心，上苍的灵气显露顺家的心，灵源是天灵性，转咱回庙则是顺灵，是咱这点青天的灵魂，有咱顺家这么啊静的心，这点灵魂的灵气，咱来走向先天的性，拢是打通阿母啊的灵，真理是天发性，归咱道灵转的静，是咱主要的灵气啊。这点灵魂是天性，予咱道家则是本性。天伊爱咱顺入来，在世咱都爱有这呢啊稳定的灵魂，是咱向着清净的心，才有这呢啊稳的灵魂。是咱灵魂的灵气，回到正法顺心，上苍的天界，是咱走入清净本性，这是咱道家的灵气，对着清净的心，灵源是现世用，转咱归则是天性，这是咱原始的灵魂，一点则是咱的灵气，恢复则是咱的顺定，是原始的灵气，嘛是咱来向着清净心，灵源是天灵性，转咱回庙则是通灵。我爱是正法的心，拢是主要的灵气。咱要有这呢啊顺的心定，是咱回母的灵魂，再来讲清净安定，真理是天灵在，回到正法顺天性，一点灵魂的天命，这是咱道家的灵气，
转着通灵顺无相，回着清净咱的本心，灵魂伊的天性，我爱罗伽定心，一点清净是我的灵性，倒转来元天本性，是咱灵魂一点觉，回到清净的灵性。真理是我的本意，落灵是出心，一点清净是无性的，天有灵源的灵性，转咱一点通灵，是咱回到正法的灵气。真法是天灵性，见咱老母则是顺天性，一条清净的天。回咱本源自在，照着清净的天源，落来正理顺心，真法则是天界，照着通灵心清，天灵无上落界。转咱一点通灵，回到正理的本性，归咱转灵是天界，落伫清净则是顺性，一点通则是本性，真法拢是天源。落灵则是清净，一点灵气是天界，回到正法心在，真灵是天灵心，回咱有正则是气，我爱是归灵的心。天灵是观天性，回复是顺天性，向咱无形的观心，这是咱顺家的灵气。这是咱要照着通的本性，我以清净这条灵家回复着。通灵的真源，是咱清净的心内，要来讲到母娘啊，这条灵性，这是咱定法清净的心。我有这点清净的本性，到咱罗伽显清出来，是咱在世的灵气。才有这么啊纯的本性，这是咱原始的天性。真理是咱的灵气，爱咱团灵，才是纯心。一点灵魂的天性，才有咱母娘通灵。一点灵气。的天元有咱顺着灵的性，这是咱回表正法界，嘛是咱灵魂转的来。天元是灵天性，落伽是无娘气，恢复清净则是顺心。是咱灵魂的天性，搁再顺加显灵，这点灵气是咱的天源，
阿母阿咧讲，这是咱的本心。我有这点灵气，老母娘娘啊，伊嫌我这么顺，我对着无形这条灵性，要来讲教真顺啊，这条心，因为这是母娘伊的精神。要让我将着伊的内定来讲出着我即马即个气通神，这是咱接转来无形伊恢复，让我转入来即条心清，拢是现世界，我才会当顺着无形伊的灵气，清净啊！这是咱一条心，出入伫咱即马有形甲无形这个当中，因为我有个人的心精灵，在世间我特别依灵这种感觉，让我会当体会，我的心啊是清的，因为这是。咱的灵魂，伊要转，清到咱的本性、本源，拢是温住。今日我爱是清我家己的心，向着无形这条灵气，咱再来行向先天的顺性，是咱有无的灵性。转咱清的本性，一点的灵性，我爱通，则是顺命。你有这点灵魂的灵气，是咱对着清净的本性，咱才有母娘这么稳的元神。咱有这条清净的天。母啊，伊也予咱顺甲咱的本性。今仔我照着我的元素，迄个心是白色色的。即再来讲通这条灵性，倒转来咱的本源顺甲的心，因为这是一条原来咱的灵气，拢是现甲。清净的心，是我有一点老灵的天元，我再来转入无形界的心定落来，一点灵性的天意，咱只有来讲出灵魂的心境，是咱回到通灵的天。原始是天灵性，爱咱见庙顺天神，是咱有这呢精的灵性，这点是咱的天法界，嘛是咱悟到精神自然，天也有咱这呢啊精，出自咱的源。本身是咱这条灵气，要让咱顺甲通灵，咱的心性，天理是灵法界，灵伊是行出心的，我才有这条清净的气，因咱无这条心，这是咱。灵天的灵性，只有靠咱即马咧印即尊神的意思了了。今仔日我只有讲灵的感觉嘛，啊，这则是咱顺家的灵性嘛，拢是一点点啊的波动。今仔我才会当行向我这条灵魂的灵气，清甲
顺着这个天缘，母娘啊，以后我稳定嘛。啊，我再来讲顺甲现世界神，一点清净，一条灵，是咱看现咱的灵性。我有这条青天的心。都有咱无形的原性啊，是我有这条现世的天，我再来讲顺加清净的心，这是咱灵魂的灵气。我再来讲对现，我的心定落来，在世我有这条。清净的源头，因为这是咱的本源本性嘛，咱就当讲元素，迄、那个数别嘛，嘛是当讲元老，迄、那个原来的位嘛。今日我要讲的是清我这条灵魂，在世间我就要入乎清净啊，因为这是我的元神。归到定位嘛，这点灵性才是天界啊！对着有诶，甲西顿来，甲苦顿来，我会当调伫清净这条灵性内底，这是咱恢复清净的心嘛。我爱是家己，会清凉，会清白。清楚啊！这才是咱顺着慧能的心意来底，咱所谓结合，是顺甲稳定的天性。咱爱是这点，灵魂伊的灵气，悟到清净现世的本性。灵伊的天，我只有来讲安定咱的心，真源本意是天灵性，显露顺家是现世性，咱有阿母的灵魂，是你以清净这条灵性。我爱向入来，咱的本性，这是咱转着我以这点灵气转着相通，咱的本性呢，拢是稳定的法。我才有这呢啊清净的心，无形的灵气。对我顺家的心情，你有发这条灵性，我再来讲通清净的本性。灵伊只有讲咱的心念念，我在世间都这个心清楚、清白、清心。清净、清骨明，这才会当通我现主时的神入我的身躯，是这条清净的天啊！今仔我才会当讲圆形清净，咱的性诶，这是我恢复天意。这粒心的精进，是咱出家的灵气。我亲像母娘啊，伊予我顺这条灵性，这个本体本性，拢是清净这条灵气，要引着通这尊神明元天的气。咱拢是为无，
再过来生到无一点点啊，这个先天真一之气，一气再来化三清。咱三清上界元的这个元始天尊，再用气来造化咱东王木光，或者扶桑帝君，帝君再用气来传落咱这金母娘娘太原玉女，然后再来用咱即马这个身躯是土的女娲娘娘，再来捏土，亲像人所有的动物形形色色，内底再灌这个气，拢是这个气把接过来，咱才有这个神主宰着咱这个土这个身躯。真理是天意，咱这个身躯若无这条灵魂，就无作用，就死啊嘛，就变残废去啊，残障去啊嘛，你袂会看到，就袂当用，袂当顺咱即马，拢是完全的这个躯壳来振动嘛，因为无灵魂的判断嘛。今日上要就是即马这个感觉，咱的灵魂在主宰咱这个身躯啊，啊，这个身躯就是要甲咱即马目睭前遮的做伙，拢是共条心的啊，共的意思啊，共同性的就对啦。唔则讲，你若做好，大家拢做好有无？是共赢共存的嘛。我爱是这点灵气，有这个影响是大家来的嘛。存在就是了断嘛，出着生死嘛，这个世界嘛，你知道我都永远活的，啊，你都免死啊。你有生，那个有死的机会，就是死再个转转来转换有无替换，你都要个死嘛。这个天地就是阴阳咧转念咧，阴那个极，都要个落落下啊嘛，降落来下啊嘛，都阳开始啊嘛，阳那个至极，都换阴的个开始啊。分分合合，生生死死，顶顶下下，安尼咧轮回啦。轮回就是替换啦，敢亲像咱咧徛卫兵咧，敢若亲像老爸甲囝咧。老爸伊个生活做阿公阿嬷嘛，囝咱个囝伊个生活做老爸嘛，爱再搁生伊个囝就是咱个孙嘛。只要做替换吊带就对了。啊，咱即卖流行，就是时代嘛，潮流嘛。现主是真济咧流行嘛，潮就是足多啊。人潮真济，来来往往有无？真像咱妈祖婆咧挂火有无？是咱顺着安静这个天，我再来向着无的灵性嘛。本来无是灵嘛，所以讲今仔日咱要归这个灵，嘛是同款。咱即马来讲一个圆箍啊，嘛是咧讲咱即马这个灵魂的灵，大意的音嘛。但是咱咧讲的这条灵是道的心嘛，大道的心嘛，咱叫做母啊嘛，叫做咱的本体嘛，叫做天体明体嘛。啊嘛是咱的天体，是归着拢是共的一个大体嘛。啊，我爱是这点灵气，咱人完成，咱这世人的寿命，咱要倒转去有无？就讲这个大体要入殓啊嘛，咱本来是这个身躯念念嘛。但是死已完成啊，伊要倒转去归体嘛，
啊，规体啊，只有三位，互你会当转去嘛。咱所有诶，甲设定三位，安尼较简单啦。天顶一位啊，地府一位啊，天地之中一位啊。啊，无你要走去倒去？所以讲有这三种的选择，如果你若素养、培养、涵养、养家，咱起码咧讲的，你的欲化，就讲你所有的这个心境啊，有法度达到神啊，这个空间，天有你的份啦。你今仔日收压未整齐，你还佫有怀疑。但是你有报喜有福，你就伫这个天甲地中嘛。今仔日你无福，佫煞咧心恶毒，脾气佫歹，佫怪东怪西，啊，就地府等你啊。用安尼形容三大部分较紧啦，因为咱本来拢是以三来代表。咱人都三分啊，一气化三清啊！你来看，三清则化五怒啊。五怒，咱即马只有讲五阳甲五风啊，心病甲心脏啊。咱即马咧讲诶，每一间宫宫地有无？有地病地脏，是安尼，咱才知影做咧五行。五方东西南北，五行金木水火土，红乌青白红黄，伫遐咧西，伫遐咧上升上庆嘛。今日咱买有上升上庆，因为这是世间人伫天甲地中才会形形色色，才有天降落来，地上升起来。迄、那个气嘛，直接分别啦。所以讲，我即马要爱，就是跳开五行顶悬。你如果若安尼，你就免看讲什么日子啊啦。因为咱所有心清，你现主持的定力、念力，即种是源头啊。啊，源头你哪有搁惊？那有搁分讲外魔过来甲你干扰，敌人过来甲你侵犯，现主时你会对头怨，啊，过来找你麻烦。是咱要来讲到一条线嘛，一条线你心清，就无其他会归心啦、劳心啦，你所有惊吓，遐外邪嘛。遐外气落去嘛，来甲你干扰嘛。啊，这就是咱这条灵爱修的主宰啊。你如果这条灵甲你的心若无清净哦，你一世人也是邪心嘛。但是我讲的这个邪心，是超越咱今麦来讲的第七意识起来啊。迄是情甲咱的心拢是良善的这种结晶啊！今仔日我是照母娘伊安尼讲，我知影这是脱离着咱的四生六道，这是真严格，毋是普通你的点啊！点啊！我咧讲点啊，就是啥？弹啦，笛啦。咱即卖咧讲个电啦、姜啦、寺庙啦、啥物院啦，有无？迄是外口个名声称呼尔尔嘛。咱爱个是啥？清家己个心，所有个浊气就是落去，歹脾气、无爱只气，咱要甲流掉嘛。流掉你哪个有啥物姜池、啥物庙寺？世间只有像咱即马我咧讲的这个心境嘛，啊！你这个心境若聊会聊就对啦，眉会安，
互你自由出入的时阵有无？你就代表天啊，天公啊！搁再你慢慢啊练，互伊真正净土，安尼我就知影嘛。现主时是会当用感应的嘛，本来是气在流通的。啊，你甲气来，你就神啊！啊，神就完全拢无啊！神你搁再清，清到你会当自由自在。啊，这就是极神啊，至极啊！你的神发光啊，这种力量无限啊，你无法度去甲预测出来嘛，你无法度去甲量出来、甲崩出来，用着你现主时的算法去甲算出来。神出神入化，伊想要安怎就安怎，你哪有法度去甲估计？啊，咱人是咧算命而已，你个死字命尔尔。但是修行命是可转啊，运是可流啊，流就是你啦。一直修，一直你，一直靠你的心，一直清，大家你现主时的心凉落来。咱人爱凉心呐，你才有凉地凉地先天嘛，迄种洁白嘛，洁白嘛。所以讲，咱爱是正法嘛，其他拢是假的。摕着啥，厝顶的、厝腰的就对啦，基础的嘛。啊，基础哪有啥物？一家狗啊，嘛是老爸，啊，就甲老母同款嘛。阿公阿嬷伊就退休啊，今仔囝伊还阁要去受教育啊。所以讲，用安尼来讲，你就知影嘛。一边戏真正主角，啊，主角就是当然男主角甲女主角啊。男主角就是咱即摆咧讲中官，你做官有无？尽忠，这个官就对啦。有诶演元帅，有诶演苦诶小生有无？啊，女主角有诶着做较高贵诶夫人有无？啊，有着做苦段有无？咧弹啊，咧哭啊，咧艰苦有无？提醒戏边卡这人，演活诶拢是使命嘛。今日所有诶社会每一个角色，拢是咧演活嘛。想要演歹人，无人要演。我毋知讲演歹人即个有无？爱有勇气。伊个民主拆落来嘛，伊无爱民主嘛。你讲即马姓苗个咧有无？阿灿啊、阿天个迄个有无？姓宋个有无？七叶个迄个有无？迄演歹人是爱真正有迄个心来演的。但是种个人，你讲伊做歹有无？伊家己毋知影讲伊是做歹，伊认为是做甲上水个嘛。我这么多信徒，啊！你讲你做好都无半个信徒，人就是安尼差别啦，显现伫遮，道门你要入去，无遐简单啦。你即个心啊无，即个心啊无清，你莫入道门，行到咱的道中，道中你这条中线定会条，你才会出入啊。迄是照规矩，真正你要了解神明，就是安尼，毋是你凊彩用意识想想的，是咱有一点灵气嘛。这世人，咱修就要修啊清啊，心嘛，你无爱攀缘嘛，心你若无爱攀缘，你就无爱世间。你想要爱的物件嘛？而价值的物件，啊，价格都什么价值的物件？世间就是金银、铜、铁、石，啊，这是顶酷酷的物件。过来就是海底的漩涡嘛，
咱即马石头，迄、那个泉石，迄、那个红宝石、青宝石、白宝石嘛。啊，你有咱如果若去个慈禧太后有无？迄、那个昆明湖内底有无？慈禧太后70岁啊，过去分做几个国嘛？所有诶，咱咧讲诶，四边人拢翻啦，咱广东这边嘛翻啦，你即马内蒙古迄边嘛翻啦，咱即马咧讲山东这边嘛翻啦，咱宁夏有无？青海、西藏、新疆，遮拢大翻嘛，迄叫做西域嘛、西域嘛、西凉嘛，敢若中原遮有读册。所以讲，咱所有诶各国啊，哦，咱只要讲分做23国嘛，吼，过去拢国王嘛，啊，国王，慈禧太后是天主，伊是皇帝啊，皇帝生日，所有诶即个国家，即个国王，拢爱献礼入来啊。所以讲，伊伫啊，迄个宝藏，你才知影讲，哦。原来咱咧讲个七宝就是这个哦，琉璃啦、赤旗啦、玛瑙啦、酸芋啦，你就当看哦，啊，这是有影世间毋捌看个无？啊，你若伫明朝个，所有遐个拢去互八国联军摕去啊，啊，这是然后有无？再佫出产个啊？啊，咱即摆咧讲个有一挂较重要个遐有无？啊，去互咱。过去国民党诶，煞来有无？伫故宫，迄是一丝仔尔尔嘛。上个重要着迄块猪肉，啊，甲迄、那个迄张白菜安尼嘛。正法是天命诶本性，咱爱是顺家诶天命嘛。一间博，迄个故宫博物馆有无？伊重要着两项有无？迄是世界的基本嘛，今日嘛要亲像安尼嘛，伫咱即马，大家拢相共，凡人凡心凡心，但是咱要亲像讲有安尼普遍嘛，但是你就知影讲，迄块猪肉，迄个白菜，伊是真简单嘛，但是袂讲话，是遮个人有互你欣赏嘛。哪有遐尼自然的物件啊？自然生一块猪肉，三层还是五层有无？啊，安尼这么生，白菜嘛是这么生，搁光影影。今仔咱的灵啊，今仔有这个生命有无？咱这条灵就要生就猪肉白菜，哪会这么生？哪会自然生的？不是世间人搁去甲造化的，搁去甲装潢的。啊，你就知影我即卖咧讲个意思嘛。啊，外口个当然装潢个是当然，暂时啊水嘛，互你搭态度搁较高级个。哦，亲像咱即卖讲咱有疆个，伊态度就搭红宝石，红宝石咧搭伊搁有介绍，材质嘛介绍，工钱嘛介绍，你要搭个时阵。哦，就看你一条狗大条的，迄介绍较俗。你要搭到真正拢平坦坦，无迄个胶痕有无？夹落去，迄着搁一种介绍。毋知咱讲的，大家嘛咧收到，大家买卖嘛讲，啊，迄间较俗，俗面无好货啦。过去的人是安尼嘛，但是即卖人伊着用模仿的。用安尼甲你讲教，互你个心安尼会生安尼有无？会瘾安尼就对啦。我着定拢修行啊，咱来靠家己。你莫执着外口物啊，外口物啊是爱照母娘嘛，咱来考级嘛，考试个即期间嘛，咱出外就是要演化嘛。安怎讲？要唔知遮，还是拄则要入到遮有无？
给伊一种板仔，给伊一种，这个啊，就是咧修行啊，这个起初安尼有无？有一块乌板就留啦，啊，写字伫遐有无？张天顺写伫遐咧，甲恁讲就是这意思啦。啊，这是深头安尼尔，要让你知影讲哦，原来这个性先贤，伊都老文老师故。留伫遐要甲咱启示嘛，但是张顺甲你讲讲诶，啊，咱无爱乌帮七七诶，毋着搁等于空，等于无，无西有就是安尼嘛。你甲礼拜九点，大家来，啊，就迄个实景啊，迄个实在，迄个教堂出来嘛，啊，就是因诶缘铺嘛，啊，因诶缘用掉啊，你着甲十一点外、十二点外。啊，就下课，啊下课就有，搁规模啊，嘛是共款，搁铁人安尼，遐椅也无人坐啊。啊，有诶执着，就讲好，我这个有摆咧，就新鲜活泼，伫这个用诶，摆一个桌啊，这燕王，这拢王，吼，来伫遮坐。啊，你袂当去摆哦，恁是凡体凡胎哦，恁是真正无清起想诶哦，这是阿公阿祖咧坐哦。礼貌嘛，但是让你更加尊严啦，让你更加久长啦。你发过九工，这些收收的阿公阿嬷又要去坐倒，让你深嘛，这间工地啦，让你上届久长，让你两百年啦，你都要反思啊。这阿公阿嬷是要去坐倒呀？暂时的嘛，咱人嘛是同款嘛，一场戏嘛。到尾也是怎，一张空啊！你咋什么回去？永远嘛是爱归这个地球啦。所以讲，你按骨折，咱释迦佛祖，伊所有的就对啦，上可怜啦。无怪讲，伊是过去有无？去后一个国王有无？改主席有无？啊，死嘛同款安尼。喙齿着搁分去遐，啊，枕头啊着分去遐，你啊看呢？敢若咧甲拆骨咧安尼有无？连一个喙齿，咱台湾嘛要甲印入来有无？啊，各国嘛要爱伊安尼有无？啊，迄是一个表示嘛。最主要着讲释迦佛祖，伊所有创立的，伊的佛经佛力无边，啊，我即个就代表讲。佛祖的精神，我要效法佛祖这种精神，伊才会讲这个大三千世界是佛祖的财产，无形的财产嘛。大家拢拜佛祖啊！你看看到佛祖，大家嘛拜，有香无香，大家嘛拜。啊，毋是咧拜伊的精神，咪咧拜啥？咁拜迄个神像呀？你随咧伫安尼讲啊？你如果若有心嘛、啊？你心内底若有佛有无？你甲拜落去，你的心就是佛啦。你的心若无佛有无？你看到这个神像佛祖伫遐有无？你甲拜三暝三更有无？佛祖敢会讲嗯？啊，你都是我佛祖的徒弟，啊，我佛祖这个真经爱来讲给你听哟，敢会安尼？你心若无佛，若走正去，你永远心你家己都毋是佛啦嘛？啊，毋是佛就怎？做徒弟啊，做徒孙啊，娘娘。今日拜神，咱就常咧讲啊，人效法地，就效法咱地庙。啊，地庙你啊看，衣食住行，食的啦，住的啦，行的啦，啊，倒的啦，有无？一房的啦，啊，拢是靠这个地庙。衣食住行拢靠伊嘛，但是地庙敢无讲你安怎？你做歹嘛是同款安尼啊，你做好嘛是同款安尼啊。你今仔只粒金光石，伫花莲你挖出来，甲挖光，你有这个工钱，你有发现这个是价值的，你用着工，用所有挖挖，给你五十万，你今仔要出五百万。有诶，甲你买去，时阵咧交流，经济若好，500万你卖5000万，
过去有一个师兄嘛，在咱个九天做领导教会，伊然后去大陆，咱嘛有受伊照顾着嘛。因为去大陆，因囝伫遐卖珠宝嘛。过去伊驶一台一路的四千个迄个，但是伊个是轿车型的嘛，早期的嘛。啊，甲一间厝，啊，甲咱一个，咱讲泉州就对啦，宝物啦。价值头要几亿，但到尾啊，迄间厝千外万都卖去啊，迄只车嘛凊彩输掉。去大陆，干那迄块石啊，迄时阵就对啦，一出两百万要卖啦。到尾啊，抵押有无？人民纸有无？卖过来抢啦，吐着司机嘛。啊，到尾啊，就洗身啦。啊嘛是活几年啊，就归空啊嘛。算人啊，你想伤多有无？时阵若好有无，你就旺。时阵若歹有无，你就惨啊。人是安尼嘛，大家嘛做善事，大家嘛报施有无？我若有钱就冤家，无钱就乞食。只是安尼来分辨嘛。但是咱到幼师的传统。善书生当看无啊，十年伫遐苦读，还是二十年伫遐苦读。但是你较早，譬如讲三年一科啦，还是四年一科啦，啊，你若中进士的时阵，有三十六进士啊，进士爱阁取三名的啊，状元、榜眼、探花来则是进士啊，分一级一级啊，啊，这进士要做啥？就是咱即卖咧讲个高人啊，你要派去台湾、台中，你要派去台南，啊派去台东，啊是派去台北。当然头前迄三个嘛派去两个海去台北，一个海伫个迄个高雄，新诶啊则台中，啊则台东遮嘛，遮着较小可较无啊好个心情嘛，着表示伊个能力较无啊好嘛。当然，咱个首都一定爱顾咧啊。是咧顺着这点灵天的灵气，母娘嘛是咧选贤嘛，母娘机这么多，啊你无受着你真正心的良心，符合甲你的本性，你无法度代表母娘迄个真啦。啊，这是我真正要甲你托背啊，啊无你着感觉讲好，这样母娘安尼落来。啊，我就感觉不得了啊！母娘挖我的身躯，伊来调整我的心态，会当讲千千万万次啊！我才会了解讲这个本性啊，咱的心母生作安怎？啊，你敢那迄领是外口的呢？外心呢？你要甲我讲是安怎生？迄是遐无修行的。伊就真正要约世间物啊！伊看这个虚极的，咧甲你捧场的呢。啊，若知有无？你做你爱做爱啊！因为我知影讲，你的心甲我都无相共啊。你是还搁伫乌白当中啊？但是我白色色的，我甲你要做啥？但是我讲的话，你若不爱听，大家都无输赢。你这世人要倒转来，唔倒转来，那是你的事啊，无关我的所要。是咱真正要让大家拢清楚，你莫阁迷茫落去啊啦。这讲话我讲，地主啊，你莫阁戆落去啊。世间呐，若真正今仔落来，嘛无法度轮到你啦。安尼，咱知影嘛。咱家己这个肉体内底迄个金啊，就是伫咱的心的内底啊。你爱家己去取啊，家己要成金啊。无金要是你金啥？金色色要甲你看目睭，金色色迄个道眼道光穿过骨啊顶。莫讲你是一个肉体薄薄啊，迄个肉你的心
金宝就甲你说过，伊就知影讲，啊，你这个人心有正无正，伊就知啊。你心有动妄无动妄，你就知啊。你家己精神有无？你爱困的时阵无精打采的时阵有无？你目睭一直无，啊所有记忆一直无，一直倒过来有无？阿嬷你嘛是同款啊，你无修养就变倒过家啊，倒过家了怎？无元气嘛。包括呼吸有无？翕着你的鼻的底下障碍有无？你手都无力，但嘛我都去甲背啊，就干那用嘴这个气有无？小块气啊，呼呼，安尼呼吸就走。连一只呼吸你都无力好甲管啊！啊，咱人真要拄骨架，你看我食来无？所以讲，咱卖阁卖糊落去啊嘛，卖阁卖梦嘛，卖有这个希望啊！莫有即个乌蚊啊，甲你打咧嘛！外口人呐无爱讲啊，你休凉有无？啊，按乌蚊啊有无？迄是若巧的是歹呢？大家嘛要日头光晒落，你才会当敢若像讲新陈代谢有无？你的细胞才会活跃有无？啊，你按乌蚊啊，虽会较凉啦，但是这个意思讲，你自投罗网。有真侪工厂安尼嘛，有真侪迄个，咱迄个吊钉有无？去甲牵安尼嘛。你暂时的是袂紧咯，啊，你若甲设定真正固定落去话，内底一定内底人个一定伤着，因为拢是乌天乌云密布，你知无？乌天瘴气安尼就对了，跟咱即马同款。台中的空气，你去台北有无？台北个空气佫比咱台中佫较好。你直感，你直看，你就知啊。咱过去有芳香的味，有焚化炉的味，有咱即摆咧讲的正量的味。佫续来，咱即摆中科来，迄个水啊，若无即个里长，啊若无一台测的有无？咧测的，即摆有三台啊。即个水是毋是会食你的？啊，是有毒的。过去所有的做咱成功路这段的哦，内底有一个水坑哦，漏头无三个月的水啊，漏落去这个溪啊，咱边啊这个溪啊，经过凉面后壁这条溪啊，下面遐鱼啊拢死，搁续来，你即马农作物唔知会食哩还袂食哩，抗议则无水啊，门遐搁一个大暗光的啊。像通到后里去啊，不然才下位台湾区遐去。即款物件就是要毒死人啊！毒死咱即马即个所有的生灵啊，又搁万灵就对了。所以讲无形中的自杀啦，啊，这嘛是同款杀人啦。所以讲杀不是讲啊，我甲你掠来杀，还是讲我即马甲你扑掉安尼，我做杀啊。你即马咧讲？咱譬如讲，咱的卡玛多，咱的奶汁还袂好，你甲洗一种凶的营养剂落去无？阿孙啊，就知啊。咱自心中的阿孙啊，那你好嫁有无？哦，我来甲泼一个葫芦棒落去无？明仔载后日有无？譬如讲，你即卖是三寸，阿妈迄个刀啊有无？就变六寸、七寸，就停了慢啊。总比伊去买买啊，就知啊。实在伊要甲这个买，这个阿妈生出来是定格格大粒的嘛？啊，你去果菜市场，啊是讲去水里买，有洗迄个无？营养剂无？足大粒的，但是生出来就暴去啊！就敢像咱讲咱只鸭、只鸡啊，抬了抬好后无，再甲你灌水，用虾无，甲你煮落无，互迄个规个拢卷起来，迄个皮金丝丝无？啊，你若外行的，你就爱买啊！拢是经验啦，显露是咱的灵气，爱咱转是咱的本性嘛。今日就要讲啊，碰风水鸡，甲碰风上枝，台落拢无办。所以今日咱用迄个猪肉甲用白菜来代表咱个人的素质嘛，个人的灵魂嘛。
自然水的，这是咱母娘，伊要让咱大家知影的嘛。啊，这是咱的本素嘛，这是咱本来迄个本心嘛。是咱爱知影嘛，凡世间，你食苦嘛是过，你食轻松的、食补、食好料的嘛是过。是安尼，咱才知影讲，真正爱苦修嘛。啊，苦修就怎做工嘛，苦难嘛，你做苦力的人嘛。真法显来是天意，转咱落架则是顺心。有咱一条清净的天，因咱活伫这个破世之世，就讲这个世间呐，你不爱敌人的物件，慢慢别人就会尊敬你嘛。啊，你看到人的物件，你就要爱，要爱是啥？你要用办法去得人的物件嘛。今人做大地位，你就做小地位啊。今仔日人用安尼莲花大女的，伊用普通纸，我就用金的啊。金的细金的，捏较细蕊，较无力啊。我就来买金的，甚至于买五香金来做五方的，这较大蕊较有力啊。是你妄想走正去啦，迄敢有啥物力？干哪咧好业人，伊就永远好业人啦。你郭台铭要创这个金的迄个莲花，为台北，甲你摆到高雄，搁随由台东花莲转来。你看看，伊的这个钱足足有余啦。啊，干哪咧摆落，伊就总统就对啊。我那民调输啦。啊，那这是毋是乎你想有的物件？世间毋是讲有钱，你就会当救你这条心吗？你摆啊侪是要创啥？啊，但是一挂遮的吼，这个头若真正走进去无，对遮是艰苦嘛。啊，有的就是过去到这个圈套，甲你束咧啊，你起码搁离袂开迄个圈套哦，你要死落去哦。真正道理，甲你讲到你心内底啊！啊，你搁走游戏，你搁贪，啊，你搁想要安尼对安尼行，实在世间人哦，神咧讲的，你听袂落嘛？鬼啦咧，甲你砍啦，你搁弄嘛？半暝啊嘛弄嘛？今仔日我毋是讲你莫去经历啊，但是你慢慢来节制啊嘛，你爱出模范王看啊！啊！你搁安尼随波逐流，人啊安尼，你着要安尼，莫搁帮忙别人做歹啊，好无？莫搁讲予迄个头有无？安尼来想一寡遐花样，好无？是咱大家要清修嘛？你头若控制会调啊，下面遮有无？开钱也袂紧啦。你头若控制袂调，下面真来开钱无，较尾也等于空嘛。这个空毋是讲你这个心性有无？你的心放出来，迄、那个清气，迄、那个空嘛，是你真正较尾也有无？清醒的时阵，迄、那个你就知影讲，你在世间，你就无福无果，迄、那个空嘛，伊阵要哭无目屎啊，要知影到家在啊。要知就袂赴啦，要知我就安尼来做啊。啊，若家财有无？好咧，家财有无？你还阁有神一个威有无？来利用一下，你知影道理嘛？知影你袂乌白去用神去嘛？啊，这就是你的停止啊。佛祖常咧讲有无？妄见难成啊，浪子回头。就敢若像郭台铭遐钱有无，来换一个王子有无？爱也是大家要爱这个王子嘛，王子嘛，因为王子回头，伊就幸福啦。郭台铭遐钱，你看会幸福袂？敢若会幸福总统掉？干嘛啦？会幸福，伊慢慢阁转总统啊，有无？伊来做副总统啊？你叫伊讲遐哦，啊你郭台铭遐钱，啊，互你来，互你这有这个富的家有无？郭台铭伊嘛无，
如果伊若买，迄、那个素质嘛无够嘛，迄、那个心有无？伊就变种个啊，那是佛种，那是佛囝，那是佛的弟子。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但是伊嘛是真好讲啊，伊嘛是讲哦，我拜是真正的神，伊才会保护我赚这么侪钱啊。啊，这嘛有一方面的理嘛吼，所以讲道理无好无歹嘛。啊，只是某娘爱我讲出来，啊，有大家来判断嘛，来选定嘛。啊，这才是我今麦咧讲的啊，有形的离不开着无形的。啊，无形的嘛，爱有形的有无？啊，来甲攻破，无你要来甲突破，吼！所以讲，凡世间就是爱多经验啦。啊，我用安尼举例，恁来搁听无有无？啊，我着照某娘的意思安尼来解释啊。啊，可能我解释无好啦，啊，恁再执着伫遐嘛吼。啊，这着个人行。因为我知影某娘教我安尼嘛，我伊要向某娘这边行。但是你即摆你又讲我乱讲的有无？啊，你就惊你的嘛？啊，世间就是安尼，我也无收，无收费的啊。啊，母娘啊，伊就逐工叫我直接讲啊。啊，这就是完全母娘伊的意思啊。啊，若无我哪会讲二十多年？那唔对就对啦，五雷有无？风火雷电啦，伊就咔咔叫啊啦。过去，迄个错档的啊。阮就去个武当山啊，你着知影风火雷电来有无？天气叫风下下，叫迄树仔拢现裂落，毋免三秒钟啦，来五分钟无，就起咧了。自然的物件就是安尼，要你成长，要你好就好啊，要你歹者就甲你摧毁啊。真法有咱灵性，爱咱转到遮尔清的本心嘛。所以讲有迄个机缘，你看到你才知讲哦，风火雷电云将军就是安尼哦。啊，张天顺伊都无福啊，伊都要倒伫咧眠床啊。啊，到尾啊，都断电啊，汹汹来一阵风啊，无电伊才出来。我是先做安怎？咱就讲啊，阮都看到五五雷，啊，才伫遐用想嘛想袂到啦。你安怎甲讲？迄刹，迄刹那。会偌紧有无？啊，偌严重无？嘛无法度甲讲甲迄个真出来啊！啊，张英俊就失去机会啊！啊，你伫遐，伊小可偌话伊就挡袂牢，要拼转来啊！啊，所以讲，你去到迄个清凉的所在，先天上帝讲，伊要出来是几摆啊？毋知去拄到伫个迄个因师傅变阿婆啊！伫遐磨铁啊，有无？啊，进入国的王子啊，伊伫遐哪挡会牢？走出来啊！我嘛带张天顺去，甲迄个我对带员去，啊，阮嘛伫遐咧磨有无？迄、那个石头，因师傅变阿婆伫遐磨啊。啊，尾啊，即进入国的国王就，咱讲北极天恩上帝嘛，吼、哦，伊则来到遐讲，啊，阿婆，你呾咧立桥是咧做啥？伊咧深山嘛。啊！你阁有这个人伫遐无？伊讲啊，我伫咧搬一支铁啊，要做针啦。啊，尾啊，迄个国王有无？北极个恁上帝讲，伊着咧真正有智慧啊。伊讲啊，安尼实在哎，有影阁磨落去，伊才阁倒转来嘛。你啊看伊到尾啊，为个断崖，因师啊变一个小女子，为断崖顶啊，伊徛伫。北极徛伫这边，伊伫迄边，迄查某囡仔怎啊跳落？北极怎啊讲看到安尼？哦，有一个查某囡仔要自杀，哎，坎内底是下啊是足深足深的水嘛。北极伊怎啊无顾着伊的身躯就对，伊怎啊跳落，把迄个查某囡仔揽落安尼，甲救的，到尾有无？甲大底的时阵有无？迄、那个查某囡仔才变作因师傅，伊讲啊安尼你得到啊。你连家己的身躯，连你所有的重要，你都为着要救人有无？这么悬，你要过来救人啊？所以讲，你的心性要怎讲修行？你一个就去哦，北极天恁先甲你破看破脚手啊！人啊，
修行你甲练一丝丝啊，讲热你都挡袂牢，这是真正别人看无的啦。但是我就知影这个意思啊。啊，无要讲咧先天，要来讲啊，你是会生知生觉。所以讲，人一个破有无？你这个心性有无？就是还无行到迄个坎站嘛。唔则定咧讲，哎呦，你都唔免安尼练有无？我讲是真正，大家嘛免叫我讲安尼练啊，包括阮母啊嘛免叫我安尼练啊。但是我是非常的挚爱，挚爱就是讲我这世哪有这个机会啦？别人诶会当显现啊，过去装阿伯啊，伊欠三百几万的时阵啊，他确实冒咧烧哦。念的利息，念的安怎，搁一直教落去，惊这个母一直大条。然后，才有因所有的三大、两大户嘛，变成四大户嘛，卖遐钱有无？啊，有则有分，敢若要2000万嘛，遐卖掉有无？啊，搁1000外万，因小弟也无穿嘛，要2000万嘛。所以讲是安尼来，伊慢慢。才撞到伊讲，迄时阵伊嘛讲拼性命有无？爱落去捡一寡旧的物件，甲换作新的来卖有无？啊来立利息啊！即卖伊嘛是咧做啊，伊讲我上无一年当嘛还阁有几百万，但恁若要出来爱招我，你讲伊出来有遐钱嘛是阁遮尔欠啊？咱人啊，第一爱自卑，第二爱勤俭，第三啊，莫讲。以我为先就对了，好讲个让别人，后摆我再来捡米啊就好啊。唔是啊，即卖人是怎？那小可甲你光一个叫吼吼，就感觉不得了。我定咧讲嘛，恁出去爱去护国疆遐，啊恁就无做甲到啊。昨我带蔡东去，蔡东才知影，人安尼嘛咧做鸡啦，一礼拜。休拜一啦，来自十方的啊，较远的先办啊，一天拢办100个啦。村，咱即摆讲村道在顶啊，即个安尼的作用尔，道在下啊，拢包玉珠啊，脚袂行，人爱甲杀，做机拼啊，甲迄间姜出来，你甲看，啊，你免看，你干呐看迄个人的精神，你嘛爱去拜拜。无你拜心生个哦，拜一种体会嘛。咱人要做爱望良心嘛，你有良心无？真理是天发界，悟出青天转会来嘛。今仔若昨下咱拄到迄无珍珠客无，迄是真正无羞耻咧。向往的咧欣赏，啊！那我袂，因为伊行的路线甲我行的路线，伊是行有为的嘛，我是行无为的嘛。啊，所以讲，这就是讲，若有缘在顶面安排，无缘，迄就大家刷。因为我着知影讲，伊即马咧做工课顶，进行一届，我都唔知啊。啊，你讲安尼世间有些有搁较侪物件，你是要做啥？你即个心都无健康嘛。真理现来，原天性，转咱清界现世灵。这是我真正，我真冷静。我一个看，我一个听，我就知影讲啊，我安怎拍算啊嘛？啊，今仔毋是啊！你若要看现主持的话，你看昨迄五档的过去微博，啊，才叫爬起来。你来看伊所有的奉献，你看伊对人的亲切感，别人对伊的尊重。甲伊姜的交配，200外姜。一年当中啊，你也看一个月爱停几姜啦。咱这机会，互你搁停搁较济啦，10外姜啦，咱都无啥啥，因200几姜。人的精神，我当讲，就敢那我边仔只个师兄吼，对我去用请一礼拜吼，头仔食20几位啦。有下昼时，有暗时，有无？大家胃肠拢袂堪哩，安尼。人因呾嘛是咧拖过啊，嘛是要甲经过啊。
真理是天意的，但是这是少数啊。啊，但少数好的，咱来提出来讲嘛，迄是咱的母啊嘛。现咱有法是灵气，啊，今日修持就是要对我即卖咧讲的啥？现在无相降落心，锻炼上苍无形界，度化一点灵光开，安住灵魂本性。转眼清合心，无形主宰定落来，现世转开正神在。有修持的，你有到迄个境界，你就是爱这个资料。但是这个资料，就是伫你的心内底，伫你先天这个心内底。所以讲，我嘛是希望，恁家己会当找到恁的真主。啊，这才是咱真正的主神。你有这个主神，甲咱的主庙都是同款啦。今仔日咱若行到安尼，你就甲天地拢会配合啊。三界公啊，三观大帝啊，三才都是安尼，拢是平等。你甲这个境界，鬼神啊，拢是同款，来甲这个境界都袂摩擦。都袂混乱啊！所以拢是咱的心力，这个心魔、甲心佛，你会当讲，互因大家拢平静无？魔你嘛爱甲训练啊！魔力有无？魔头有无？你互伊倒转来，你就变真佛啊嘛！啊，你若阁有啥物魔？今日所有讲的魔啊，咱家己的心啦、啊，无形的要再阁有啥物魔？是咱家己的心起心动念，你乌白想，你的意识内底嘛，啊意识当然是受魔甲佛啊，鬼甲神啊，好人甲歹人啊，范围的问题嘛。今仔日伊就安尼做，啊咱甲反倒转来，咱家己做好，咱要恢复迄个原精智嘛，迄个原神嘛，啊你来做王看啊。啊！你若甲别人伫遐咧烧钱有无？啊，两个境界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我要爱是即马即点灵性，每年逐工一直甲我突破，一直甲我的心经线，一直要入我滴，安尼我才会当通搁较自在嘛。咱修持离袂开着自在嘛，咱人爱自由嘛，这个身躯爱自由嘛。但是这个神你要自在啊，啊自在就啥？自然而然嘛。啊，今仔我做的就是照母娘爱做的嘛。不管是有形的，咧做碰风的，啊我就照咧做嘛。不管是无有形啊，爱迄个无形的母娘爱叫我做，起码定国国的物件，啊我嘛是安尼讲安尼做嘛。安怎讲？要打破咱人啊，咱咧讲的以家己嘛，一直听我打破千万年的以嘛，以就是呆啦，智就是巧啦，所以讲一生啊，听我抵消啊，咱千万劫啦，迄个灾害嘛，大家嘛一生，所以每日一善就是安尼来。真理是天灵性，奉着母娘转会精。咱若来到修行啊，一个念头若恶啊，你即前功尽毁啊。所以讲，这个念，这个恶性，要起来的时阵有无？未发出来，未发的时阵有无？你都爱搁沉落啊。等到你会发出来的时阵，你都爱搁修到中正嘛。啊，这才是咱真正要讲的道理嘛。道理只是两边嘛，但是你要甲讲到至终，这个真正的道纲有无？真正的道本有无？你一定要修正，搁修正，搁修正，你才讲会端正嘛。未起一边，未向这边。显露是天元的灵气，爱咱转来顺家的心，咱才有这点儒家的本性嘛。好啊！哎哎哎哎哎！好啊！
啊耶嘞啊耶嘞哦啊耶嘞啊耶嘞哦耶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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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哦啊耶嘞哦耶嘞耶嘞哦啊耶嘞哦啊耶嘞哦啊耶嘞哦哦耶嘞耶嘞哦啊耶嘞耶嘞哦啊耶嘞哦哦耶嘞耶嘞哦啊耶嘞耶嘞耶嘞啊耶嘞耶嘞啊哦啊耶啊哦啊耶嘞哈啊耶那拉哦啊啊耶啊耶啊耶啊哦啊耶嘞哦耶嘞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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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耶啊耶那哈耶嘞啊耶嘞。哎那哎哎哎哎呜哎哟啊咿嘞呀哦咿嘞嘞呀哦咿嘞嘿哦咿嘞嘞呜啊咿嘞呀哦哦哦啊啊呜啊咿嘞啦啊咿嘞嘞呜哦咿嘞呵哦咿嘞嘞呜咿嘞哎呜啊咿嘞嘞呜。哎那哦啊咿嘞呀哦咿嘞嘞哦咿嘞嘞哦啊咿嘞哦哦咿嘞嘞呵啊咿嘞啦啊啊哎哎哎哎哎哎哦咿嘞嘞哦哎哦哎哦哎哦啊咿嘞嘿哦咿嘞嘞哎哎哎哦哎哎哦哎哈。哎那哦啊咿嘞嘞哦啊咿嘞嘞哦咿嘞呵啊啊哦咿嘞嘿哦咿嘞嘞哦咿嘞嘞哦咿嘞哦咿嘞嘞哦啊咿嘞呵啊咿嘞嘞哦咿嘞嘿哦咿嘞嘞哦咿嘞嘿哦哦哦哦啊哦咿嘞嘿哎那哦啊咿嘞呀哦咿嘞嘿哦咿嘞嘿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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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